Burger King 便麦记 logo 又系黑客做。Burger King 啱啱买咗俾老麦，仲搞埋啲咁嘅优惠，买 Big Mac 送毒品肉饼。你千祈咪信啦，呢啲吸毒相同卖盘消息，全部都系黑客脑作噶。原来 Burger King 嘅 Twitter account 喺本港时间星期二凌晨一点俾黑客 hack 咗，75分钟就连发咗55个 post。Burger King 要暂停 account， 几个钟之后先回复正常。Twitter 在月初曾经承认有25万个 account 被人 hack 了，不知道跟件事有没有关啊。老麦已经说不关他们事，我们都很同情 Burger King 的，但黑客组织无名氏就暗示跟件事有关啊。有无名氏 hack 了 Burger King 吧，究竟是哪个组，真的不知道了。